才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。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珊珊，我看风腾一直都没有来医院，都是让小张和秘书过来的。难道他知道你没告诉家里人你们交往的事儿啊？嗯，而且为此他还跟我生气了。生气了？嗯。那么较真儿啊？嗯。我跟你说啊，嗯，这可是件好事儿啊！你想啊，这说明他在乎你啊。嗯。换做我，我也生气。那所以你也觉得是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跟我爸妈隐瞒我们之间的关系啊。感情这种事儿吧，也不大好说。不过我倒是挺同情你的，叔叔婶婶可不像我妈，他们的思想比较保守。嗯，他们要是知道你跟一大老板谈恋爱，估计肯定会觉得你们的身份悬殊太大，会担心你，怕你受到伤害的。就我叔那脾气啊，说不定很有可能直接把你拎回老家了。嗯，嗯，依照我爸的个性，真的是非常有可能。嗯，所以说呀，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俩真是苦命的好姐妹呀。唉，你说你爸要是和我妈的脾气能中和中和，那该多好啊！想得美。唉，太悲催了。阿姨，薛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过来帮忙打扫卫生。那怎么行呢？我是来领钟点的，怎么能让客人来打扫卫生呢？哎，没关系的，我跟我的家人都借住在这里，如果连卫生都不帮忙打扫的话，心里会过意不去的。不用的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会的。阿姨，你去忙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啊啊，好，好吧。嗯，那你随意。嗯，先进去了。好。好。薛小姐，你能方便过来一下吗？哎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薛小姐，怎么了？阿姨，这洗脸台上本来放着两个水晶做的漱口杯，像其他房间一样。嗯，可是这房间怎么只剩下一个水晶杯了？啊，水晶杯？是啊，这杯子是水晶做的呀。对啊。哦，薛小姐，你看。这是严总特意从欧洲带过来的，你看这一套是6个，你看呢，那里少了一个，你说叫我怎么办呢？那不就要我半个月的薪水吗？那个房间是大伯母住的，该不会是大伯母把漱口杯给带回去了吧？薛小姐，怎么办？
要是凤小姐知道的话，怪罪下来，那我好几个月的钟点就没有了。嗯，薛小姐，麻烦你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你的家人，是不是他们不小心带走了？而且啊，你还可以帮我作证，这水晶杯啊，不是我打破，也不是我弄丢的。啊，好了好了，阿姨你别，拜托你了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。麻烦你了。啊，你别着急别着急。我呀一下子就找到了，那个水晶杯啊像宝贝似的被供在客厅的柜子上的，我和你爸已经把它打包好给你寄过来了，这几天你要注意一下包裹啊。哎呀太好了，幸好找到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风月交代了呢。哎妈，你是怎么跟大伯母说的呀？哎你们千万别起争执啊，我想大伯母应该不知道这水晶杯这么贵，只是顺手可以当水杯得了。你爸说了，哪怕就值1块钱的杯子也不能这么顺手带回来呀。哎呀真给薛家人丢脸，再说了真不知道价钱的话，至于供在柜子上像宝贝似的吗？哎呦谁给薛家人丢脸了？三三，那就先这样啊，再见。药取来了是吧？来来来，你先进去，把药熬出来让爷爷喝啊。来来来，进去进去，来去啊。哎，他怎么了？是珊珊打来的吧？是啊，三三说借给我们住的公寓里呢丢了一个水晶杯，价值大概是三三半个月的工资呢。这杯子要那么贵啊？那可是个宝，怎么会丢了呢？说不定啊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顺手牵羊，也有可能是弄碎了怕赔不起藏起来也说不定啊。现在没事了，水晶杯已经找到了，也已经寄还给了人家。找到了，那就好那就好。我炉子上还热着汤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不过一两个月没来光顾，怎么变难吃了呢？原来味蕾也是由奢入俭难呀。唉，还真是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风腾说的要习惯的事情。大伯母就算不知道水晶杯真正的价值，也看得出很不一般吧。唉，一个水晶杯对于封家来说只是个漱口杯，对于薛家却是个能供起来的宝物，两家之间的差距也够明显了吧。又误会什么？我真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。还是打给当事人道歉好了。珊珊，真的不用道歉，没什么的，不就是一个水晶杯吗？哎，你看你们家人远道而来，我们封家也没准备什么见面礼，真要论起失礼来，应该是我们的不对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打电话再来道歉了，真没事儿，好吗？啊，忙去吧，嗯，拜拜。珊珊啊。说大伯母啊，从公寓拿了一个水晶杯走，不过已经从老家寄回来了。水晶杯，是咱们从奥地利买的那组吗？对啊。哦，
借的公寓东西丢了，珊珊肯定张罗着还的。嗨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收拾行李的时候难免手忙脚乱的，对吧？这珊珊有点大惊小怪啊，还专门打个电话来跟风月道歉，这样弄得好像感觉我们大家都把她当贼防着似的，有点太见外了。可不是嘛，虽然那个大伯母我是真心不喜欢，但是呢，也不至于对珊珊家人有意见。哎，人都说呢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但我觉得柳柳人就不错。你看，个性低调，人也不浮华，可是跟她那个男朋友刘成浩还不行。你快吃点东西吧，啊，别说了。是我见过最勤奋、最有上进心的女孩，这是因为她从小是大伯母抱回来的，所以有很多事情都由不得自己的选择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她从小时候就是这样，就连长大了读什么学校、念什么专业，也都得听大伯母的安排。就连女孩子最憧憬的恋爱，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。冯腾，这些是你这样家世出身的人所不能理解的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我不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。进来。大哥，风月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改变对珊珊的看法。我知道，袁静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当初有没有想过要跟风月分手？坦白说，我想过。当初我就在想，和他分开了，可能就不会这么累了。但是我一想到和他分开，我就特别痛苦。而且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评头论足，我都咬着牙根挺过来了。我想让他们，也想让你知道我是他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。希望珊珊可以像你一样勇敢。其实你很棒。哎呀，齐帅身边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人啊？这不是前两天才说和袁丽书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？我看这齐帅眼光是越来越退步了，这个女画家绝对没有文化人好看。哎呦，这种事情我可在微博上见多了。像这种人，哎，他的眼光可不是咱小老百姓能参透的。哎，珊珊，你跟齐帅比较熟？齐帅真的换新欢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听他提过，我也不清楚。怎么才从伦敦回来，齐帅就跟其他女生搞暧昧啊？还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？在伦敦的时候就不愉快。李叔没事吧？可是我现在跟风腾处于冷战状态，我又不能直接问他。哎，风腾，你看一下那个比纳公司是什么公司啊？我听了没听说过。既然要告我们生活能量 APP 侵犯专利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。比纳是西雅图当地的一家软件公司，我刚听说。
富尔特手机在加州啊，怎么会惹上这种官司？我们的系统要进军美国，要和富尔特联合推出一款新手机。我估计他们是想利用专利来敲诈我们一下。这种事儿我倒是听说过，但是生活能量可是我们研发团队辛苦得来的结晶。凤腾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跟这种专利流氓妥协啊。我当然知道。但是你刚刚说到这个生活能量，你和那个女画家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啊？风大老板，我以为你在工作时间从来不跟我聊私生活呢。好，不聊。走，带你去。生活能量是我们研发团队辛苦得来的结果，珊珊也有贡献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步。下次的时间，我们共事。说吧，你和丽叔到底怎么回事？冷静期。冷静期？你们俩刚在一起多久？程晴，你把你跟何静的照片就那么抛到网上，你让丽叔他怎么冷静？你是我哥们，你让我怎么面对他？OK， 那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从来就没有跟丽叔在一起。其实你心里明白，丽叔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。他之所以跟你说我们在一起，只是为了气你，引起你的注意而已。这我多少能感觉出来。但是我始终相信你弄假成真的本领。如果只是追人的话，那有什么难的？所以你要追的是丽叔的心。其实你不是喜欢上丽叔，你是爱上丽叔。原本以为我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走错方向的人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人一旦投入真感情吧，就容易变得迷茫。我挺不喜欢现在的自己。我相信啊，我一定可以充满电，又重新王者归来。丽叔，我有件事问你。丽叔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呀？这个表情，该不会是不知道吧？天哪，薛珊珊，你就这样直接揭穿，实在是太难看了吧？丽叔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只是想关心你，这没什么。丽叔。你别生气啊，正奇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对，没什么原因。对了，我以前也看到过正奇跟一些朋友都有抛过一些合照在那上头，男女都有，所以这也没什么特殊的啊。你真的别往心里去。没事，我跟正奇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风腾。开玩笑的，看把你吓的。但是分手是真的。哎呀，你说正奇这个人吧，
一看就是还想玩两年的。你说我哪管得住他呀？我们女孩子呢，总是想找一个能够让我们稳定下来的对象，就好像你跟风腾那样的。嗯，你也觉得那个风腾对我特别好是吧？就是那种，不管是在家庭还是事业上，都很专注而稳定的那种吗？当然了，难道你觉得风腾有哪儿做的不够好？我，珊珊，你最近跟风腾没什么事儿吧？没有没有啊，他一直都对我特别好啊。丽叔这么问，表示风腾并没有告诉他我们之间的不愉快。我能跟丽叔说，我觉得风腾实在是太好了吗？这样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吗？哎。已经冷战三天了，风腾一则讯息都没有传过来，也没叫我过去他的公寓吃早餐，肯定是对我非常失望吧。在我们的故事中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赶上风腾的脚步，成为配得上他的人呢？总不能依着风腾说我不想分手，然后什么都不管，就死赖在风腾身边，那不是应验了公司那些人的眼光吗？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吃黑豆，以后就不让你在大厨再做黑豆了。所有温暖都在不经意中蔓延，当你觉得害怕，有我挡在面前，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。深深的爱上你，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？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。最近都没怎么看到珊珊来找我哥啊，而且我一提起珊珊，我哥脸色就不大对。丽叔，你们在英国伦敦的时候，我哥他还好吧？啊？哦，挺好的呀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哎，上回风腾一下飞机不就带珊珊去医院了吗？没事吧？哎呀，那会不会是去医院之后见过他家人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难怪了，上次吃饭的时候我提起了珊珊的家人，我哥就对我使脸色，我也没说错什么呀。哎，丽叔啊，是不是我哥提起珊珊家人什么了？没有啊，我没听他提过啊。
为什么是这个时候？在我决定不爱你的时候。这幅荷花锦鲤是我特地为你画的。我想荷花这个题材通常是用国画的方式来表达，但是我想你从美国回来的嘛，应该会比较习惯西方的手法，所以我就用油画的手法来表达啦。怎样，还不错吧？的确挺创新的，谢谢啊。我就把它放在这儿啦，这样你就可以随时看到他了。谢谢。你住的地方挺雅致的嘛，我方便参观一下吗？厨房也是我喜欢的风格，很有家的味道，不错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整理，家里挺乱的，就不方便参观了。谢谢你送我的画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今天不太方便，我就不送了。正面能量的支持，那坚持下去还有什么用？什么是正面能量？你刚刚说跟我在一起特别开心，这算正面能量吗？我想一段感情里面应该是要这么开心的。公司已经对我们提出了诉讼，这样一来，下一季我们和福尔特手机的销售就会陷入很大的问题。福尔特手机已经给我们下了最后的通牒，一周之内必须解决。比纳如果执意要提起诉讼，我愿意奉陪到底。诉讼的过程旷日费时，肯定会影响到下一季的商品。丰腾才刚买下福尔特的手机，就陷入诉讼风波，因此造成的损失该怎么办？福尔特方面呢，也不想这样。丰腾，就让我跟比纳公司好好谈谈，我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一笔专利费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一周之内马上解决问题。不行，我们一旦坐上谈判桌，就表示我们承认剽窃。生活能量是我们辛苦研发的成果，不是剽窃。李宝屋，麻烦你配合郑总监，我给你们三天时间，找出反驳比纳的证据。知道了。
么你叫？我公司被告了。啊？美国有一家比纳公司告状丰腾集团，齐帅和他的研发部生活能量是抄袭他们的专利。怎么凭什么呀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齐帅怎么可能会抄袭呢？就是。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集团被告的意思就是负责任的人也被告了。啊，商场上你争我夺呢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有没有剽窃呢也不重要，诉讼手段呢不过是途径之一，唯一的真相就是胜者为王。嗯，说的也是，像丰腾这种大集团经历的诉讼案件难道还会少呀？再怎么样也轮不着我们管吧。嗯，齐帅，哎呀，放心啦，齐帅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的，没事啦。哎，走走，上班上班上班。是不是顶尖人物的世界不一样，心脏也跟我们不同啊？如果我现在在丰腾的身边，吵得睡不着觉的人，搞不好反而是我。薛珊珊，你想追上丰腾的脚步，可实在是望尘莫及。唉，丰腾应该真的没事吧？哎，帮你牵一下子。谢谢啊。嗯。哎呀，没到了。喂，珊珊啊，风月，嗯，杯子给你寄回来了，你哪天有空，我给你送过去啊。顺便请你吃个饭。这次真的给你添了麻烦了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你要请我吃饭啊？太好了，我正好在家里闲得发慌呢，我立马就可以出门。啊，这样，我下午呢去给宝宝买几件衣服，咱们叫上丽叔一起吃了饭，咱们就好好逛个街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那待会儿见啊。就这样了啊！哎呦，哎，手机响了，谢谢。珊珊，你觉得这个好看吗？喂，亲爱的，哪个？那个包粉丝就是喜欢粉嫩粉嫩的。好吧，知道了。可爱呀。对。那你平时好像都不穿这种装，怎么了，风月？哎呦，嗯，怎么了？年轻说了，他要因为比娜的诉讼案回一趟公司，所以呢就不能来接我了。李叔，我想打车回去。我也无能为力，我今天也没车。诉讼案怎么样了？你是关心诉讼案呢，还是关心我哥呀？其实依我看呢，这比娜就是专业流氓其中的一员罢了。新品上市之前呢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人找麻烦。最讨厌这样的人了，看我哥怎么收拾他。嗯，我看呢，你是讨厌他们，害得严青不能陪你逛街拎东西，对吧？你不要戳破我嘛，林叔。哎，不过言归正传啊，珊珊，你千万不要担心，封家收到的起诉书，估计有你房子大小了吧？这次也不会有什么麻烦，就当他们免费给我们做宣传了。不愧是封家人。连遇上诉讼案都这么神定气闲，还有办法往好处想。喂，哥，我在逛街呢，我和丽叔还有珊珊一起。严青加班，你应该没有吧？哎，你能不能来接我妈？我哥说了，可以的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干等着嘛，走，逛街去。走啊，珊珊。嗯。也是时候该见面了。
些号码不对吧？给我换成菜的吧。好的。珊珊，这个怎么样？你喜不喜欢？哦，嗯，你要不试试？啊，试一试嘛。对，你都没有这样的款式。好，看一下。小了两号，我刚刚是怎么塞进去的？怎么了？那个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脱。哎，你这样脱会伤着自己的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等一下，咱们等天黑回来再脱吧啊！很快了。啊，怎么办？风腾就要来了。哎呦！你到了？哦，我们这儿还有一会儿呢。风月，要不然让风腾上来吧。哦，那行吧，要不你上来吧。只穿了一只鞋，鞋太紧了，脱不下来。这是要干嘛的？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把手放开。好了，这人这么多，先把手放开。先把鞋穿好了，我们再说其他的。风月，你们先走吧。哦。好了。有什么好想说？现在可以说了。那个，刚才谢谢你。你就是想说这个？不是，还有，对不起。风腾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手，可是我也没有想过以后
我不敢多想，也不敢让家里知道，更不敢让同事知道。因为吴大心里隐隐觉得，我们之间的差距那么大，可能在一起也不会太久。我不是对你没有信心，我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。我真的很害怕一些同事说，你看他们俩在一起多不配啊。所以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。看来你最近想了很多，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呢？薛深深，我们之间的差距会一直存在，你要继续不自信下去，还是继续躲下去呢？所以我决定，我这次一定要考过 CPA。CPA？ 我之前说考 CPA 都是说着玩的，但是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一定要考过 CPA。很好，薛深深，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我们的话题，怎么就转移到你的职业规划上去了呢？不行吗？冯腾，虽然无论是外表还有家世，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这我也改变不了，所以我会在事业上努力一把。我肯定成为不了那个最好的人，但是我会成为最好的我。虽然我成为不了那个最配你的人，但是我会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我来配你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。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，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。